只有可乐罐大小 size 嘅投影机咧，非常之方便。除咗可以拎去 camping 用之外，亦都可以拎去旅行用嘅。咁佢支援 Android 嘅设备，亦都支援苹果嘅产品。咁咧，佢除咗系可以当投射用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将佢变成蓝牙喇叭用。机后面咧仲有一啲 HDMI 嘅插线位，咁就可以连接 PS4 啦，或者系 Switch 打机用。咁而且咧，佢入边亦都有啲内置 Apps 可以攞嚟睇戏噶。